胸心豹子胆，敢动圣上要保的人，拿下！滚！怎么，还想等接应你的人吗？可惜，你永远也等不到他们了。将他给我押入大牢，严刑拷打，不论死活。是，走。 救上来了！刘将军，救上来了！松手啊，将军，怎么不松手啊？ 时间了，怎么还不行啊？松手，陛下，令将军一直握着手腕上的琴弦，那琴弦都已经陷入肉中了。我们想替将军解开，可他死活不肯松手。若不解开，我们没法替将军治伤。什么琴弦？是少商弦。此时哪怕是在昏迷之中，也不让任何人碰它。 那程娘子在哪儿啊？不是让你们请她过来吗？哎，回陛下，等程娘子就在外面呢。就在殿外，就在殿外，为什么不进来啊？哎，陛下，程娘子说，她说她跟凌将军缘分尽了，还是不见？进什么进？朕允许他们缘分尽了吗？让他进来，不进来，准儿绑进来。是，陛下，凌将军伤得太重，又挨了冻，能不能？ 从今往后，若君不欺我，少商定不相负。
我已经再问你一次，你可有话要对我说？你究竟是谁？云不疑，还是皇上？云不疑，若你今日敢欺我一人， 我陈双双对天起誓，此生此世绝不原谅，人生世世也绝不原谅。云不疑，圣上。